说什么？利用呀，对吧？啊，你出啊，你出。哎，哎，你在打？开始，开始。你的 IG 是什么？你的 IG 是叫做什么？三立什么狗？我这头发好小。对啊，是油头。这个是 Vito 的。这个吗？OK，OK。然后。
这是那个《安安大明星》第二季全新播出，然后我们今天是那个全新的改版。然后你现在在干嘛？我现在把其他直播就是可以看留言的手机的声音先关掉。对对对，那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我们现在是在 live。没错。看一下手表现在几点？现在。对。五点整了。然后我们现在直播进入第几秒？还不知道。直播已经开始了。对啊，那刚刚有、哦、几秒？其实我们刚刚已经那个啊，有人就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声音。那我们两个刚刚在干嘛？我们俩刚刚在干嘛？我们俩刚刚在弄头发、哦，然后在，然后我们刚刚在自拍。哎，我们现在要看哪一集？看这集。你看那个，我看那个。哦，好，那我们一起。你要看这个？没有专心那个。我很专心，我很专心。哦、你刚刚有上去玩大头狗，他们应该都已经截图，他们非常的高兴。哎，你现在手上拿的是什么？滑流啊！啊，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今天是全新的《安安大明星》安安大明星第二季，然后今天是第一集。我是第一集的。你知道，我们今天开始在 V。Vido 三立新闻网，然后还有 Vido 跟三立新闻网的粉丝专业都一同时直播，就这四个平台同时直播。然后今天那个欢迎大家到 Vido 留言，欢迎大家在三立新闻网留言，然后待会孙奇君会跟大家回应。我都看得到，我都看得到留言、啊。现在有人说什么？说立刻，这一台是有人 说来自马来西亚的问候 Yvonne。OK， 所以我们真的都看得到你的留言。那那个啊 ，Vido 这边也有留言。Vido 这边的留言是不是要那个、啊？是不是要有人来帮你开？是不是要那个重新那个才看得到？啊，你很专业，不愧是 Vido 的冒险王哎。对啊，就是自己的节目在这上面播，要研究一下、啊。对对对，那你知道你现在手上拿的是这一期的滑流？那你我们哎，滑流杂志，滑流杂志。对啊，因为我自己我有拍下一期的爱玩客、哦。真的，现在算是一个秘密的透露一件事吗？ Yeah. 你现在在干嘛？拆那个礼物？我想看一下，我这一期的还没有看。哦、好，哎，哦，还有很多那个哎，你这边有吗？有啊。哦，现在杂志都很厉害。不是，我们要跟他讲说，我们是真材实料。哎、啊，现在在哪一集？送东西耶！镜头，我们要自己找镜头哎。我跟你讲，这是什么东西？磁铁吗？杯套。杯套。杯套。哦 ，OK。哎，杯套我们要教人家怎么用啊？怎么用？教人家怎么用？就是套在杯子上。哦，我的太大了。不要的，我本人刚好今天就有在对面很喜欢帮大家写名字的咖啡店买的，然后就这样。哦。啊，就可以喝，而且这样感觉好温暖哦。所以我现在喝的是吴康人的，对啊，水。那我要换一下邵雨薇的，你换邵雨薇的来，他祝你天天开心，日日是好日。好好好，那我一定要用一样。哎、欸，对啊，那吴康人说来帮忙念一下嘛呗。吴康人说，我回忆里那熟悉的味道是你的微笑。哦、哇，会，很会。这霍廷恩真的是，真的真的。哎、欸，有看呢、欸，你知道他是霍廷恩？哦，上面有写啊、嗯，但我也有看了。好啦。那那个进入我们今天的那个正题，欢迎那个奇君来担任我们那个全新一季的那个《安大明星》第一集的那个特别嘉宾，很重要。嗯，第一集是。然后今天同时在晚上当待会儿六点钟的时候，你的冒险王就要新一集就要上架。对对，今天是到哪里玩？今天是去台东。台东。台东，我觉得台东这一集一定要看。为什么？因为是我差一点就死掉的一集。你不要这样子。我说真的。就是其实我有出国，我有出国，我没有去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我有去北海道、嗯，但是真的让我真的觉得自己快死掉的。你不要一直真的要出事的，不要再说这两个字，都那个还要在工作，所以不要这样。就是真的可能会出现危险，要小心，要小心。对，工作上就是台东了。你看你这样讲，他们有说什么？他们说什么？我看。对啊，他们有担心吗？没有，他们现在大家说的是舍不得用杯套这件事。哦，舍不得用杯套吗？还停在杯套这件事。关于杯套呢，就是、还有人问我的中分怎么分的？哦，真的吗？就从中间分啊，要不然怎么分？哦、中分，好好笑、哦。不会啊，好可爱，不是很可爱吗？那那个中分怎么分的这个问题，大家回答完了。嗯、然后杯套是货真价实的。对啊，所以只要再买到那个精装版，都会有杯套。而且你喝热的可以用啊，热的不会还可以再用啊。是冰的，因为会有。他们都舍不得用，然后你还一直掐捏它，这样他们会杯子就是要这样、啊，就是这样放进来，要不然要放在哪里？有人会放在桌上这样？有啊有啊有啊，就有啊。哎、欸欸，没关系，我们桌子有点小，下个礼拜会摆三张，三张就半桌那种，那很多啊，那感觉还不错。他、啊、这边有三张照片，贴给一下。刚刚拍的拍立得。哎、欸，而且现在贴给的是我的杯套，哎、欸，杯套旁边有那个拍立得。对，好，我刚刚拍的。等一下，那个孙奇君会送给大家的。嗯，好啦，这个回到那个
你知道在那个直播现场大家就喜欢跟你有一点互动，那我们今天这个全新的一季的开始，你可以送给节目一些祝福。送给节目一些祝福，我觉得这一定要。想要找你来也是，我超有荣幸当这一季的第一集耶。好说，这个荣幸其实就可以跟成为冒险王 King of 的冒险。对啊 ，King of Adventures 啊，好。对啊，一定要这样。我觉得不只是祝福节目，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直播是大家都很喜欢看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有很多人看，而且我希望就是以后不管是不是还用冒险王的身份，就都还可以再来这边玩。那你终于懂了吗？就是从你这个节目上架以后，然后就是为什么一直没有找你来？因为要在改版的时候的第一集找你来。哇，这厉害！有没有很酷？那、啊、这个时候应该要 give me five 一下。give me five。好。然后那个节目今天晚上在台东，但是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啊、已经有很多精彩的内容，都已经跟大家见过面了。对。那其实在先问一个问题好了啦，也许跟那个人生比较有关系。哪一件事情哦，是你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敢去冒险？你懂我的意思？你说哪一件事情？一定有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样，不要说冒险好了，或尝鲜好了，就这件事情，就算你再没有经验，你去做它，你都不会犹豫。比方哥举个无聊的例子，就是我呢，举凡看到任何在便利商店的新的饮料，我都一定会去买来喝。Okay.不管它好喝，那很简单，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任何的运动，运动，任何的体育项目，体育项目，对，比如说新鲜的，最近流行什么？最近流行什么？像我原本不会冲浪，我去台东就冲浪。哦，这是因为工作带给你的。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工作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才可以去尝试。一般平常拍戏其实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哦，是吗？或者是我之前还有尝试过越野脚踏车。越野脚踏车，就是你骑着脚踏车从山上山上石头中间这样子骑下来。那你有那个破盖吗？有。那你有雷残吗？有。那你有丢胸吗？受伤？丢，我刚才听不懂台语的部分。有啊，有受伤，但是我觉得受伤最棒的就是你那些伤疤、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记录。很会。真的不愧是常常写军语录的人，因为到最后你看就是可以跟大家说，跟聊天说，我这个伤是哪里来的？我这个伤是哪里来的？你刚刚有发出口的意思吗？啊？你刚刚有一个口头禅的那个发语词是吗？没关系啊，他们已经忘了。哦，没事没事，男孩嘛，男孩总有一些那个，就是反正很多伤口就是，我现在才看到我这个新的，这个你还没有看过？没有啦，之前不是这样子啊，就今天就是为了迎接新的一季。哇，你什么都是。你看一下那网络上什么都是新的，我觉得我们两个出外景要注意安全，一定很痛，很痛啊！谁说的嘛？要叫他Yvonne，Yvonne轩，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用英文名字，所以你希望他们用那个中文名字跟你来互动。亨勋利，冒险王很帅，谢谢。不客气，不客气。我干嘛帮你跟他们说是那个？感动跟感谢，你是站在我这边呐、啊，你可以帮我谢谢 ，OK 啊，一直就是还没有问题，蛮相挺的。我们要先那个今天晚上6点嘛，要那个上架全新的那个节目、要去看哦。但是过去这一段时间播出的这几集里面，大家有比较难忘跟特别喜欢的啦。我们今天在那个网络上大概就一些回应，然后特别剪了两个简单的片段。我们先看一段影片。你说目前有播出过的，已经播过的 ，OK， 大家对这两段就是特别的有印象。好，然后呢？就是呢，有人举了一个牌子，你知道他就是对 对, 对，你知道我一直以为就是小小声讲就好，但希望我大声一点。好，那没问题，大声一点之后，我怕吵到人家。我们这是一个 open studio 的概念，对，所以我前后都是办公室，害羞。你看那个背景是真的，那边这里就是三立新闻网，那边都是 Vido 新闻网，这样对对对对。好，那个我们要看一下画面。好，你猜我们会看什么？目前播出哦，精彩的，我觉得很有画面的，可能是就火山滑板啊，尼加拉瓜的火山滑板。你这样对得起导播吗？他以为是个惊喜。应该是我在我家旁边散步那一段啊，对最无聊。你什么叫最无聊？那个是最日常。对，最日常。对，就是你知道粉丝爱的跟你自己欣赏。但我没说过好不好？对，我们来看一下导播送给你的第一个那个 surprise 是什么？好，这是他自己精挑细选的，然后他想要让你知道说目前。这一集反应相当好，所以有必要来享受一下。一定要，一定要啊！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那个导播要送给我们的第一段画面，好吧？好，导播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要垫一下时间。导播说他说好了、欸，可以啊，
导播没有要理我们，我们就看吧，我们就让他直接播就好了。要看，我要看的，请看。This is it. Oh my god. Oh, hey. This is the bottom. 简单的一块木板，以时速80公里俯冲而下。火山滑板被 CNN 票选为一生必去一次的冒险活动。走吧，跟着冒险王前进尼加拉瓜，挑战飞沙走石的极速快感。Cerro Negro 是中美洲最年轻的活 火山，至今有23次的爆发记录。沿途大大小小的黑色石块，就是火山喷发后所留下的结晶体。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者奋力往上走，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 Cerro Negro 的火山口。All right, here we go. 很陡哎。要从 Cerro Negro 火山顶下丘，真的需要勇气，因为坡度陡峭，视野局限，然后我滑不到，不知道离山脚还有多远。两分钟吧。尘土飞扬遮蔽了视线，火山砾石打在身上隐隐作痛。火山滑板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体验与挑战，甚至有来自澳洲的冲浪好手站在木板上像冲浪那样一路俯冲下。一个下，他就拍我，然后开始超级，你也快点。土，吃了很多土啊，吃了很多石头。你就是天然矿物质啊，你身体蛮健康。冒险是向自我挑战的勇气，踏出探索世界的第一步，你就是冒险王。哇，我们刚才，我现在看这段，我就会回到我在那边那个时候。说，你说，你要说什么？就是那边的，它是晒黑的地方吗？温度，那不止了啦。哦。不止了，就是我已经晒黑很多天了。晒黑很多天。对，但是那边就是我觉得会，你可以就是刚刚看到影片，我觉得又回到在当下那个状态，就是很热，然后石头擦过脸，然后那个火山的味道。有，刚刚看到那个就是飞沙走石，然后往你脸上弹。对对对。弹打这样。因为我的脚是埋在那个沙石里面的，对，所以我下去的时候沙石就是往我脸上喷。真的。然后很痛吗？会痛，但是那个 你的那个，你有戴面罩吗？只有戴一个那个 goggle， 眼罩而已，对，一个护目镜、哦。但是就是它的那个速度很快，很快，很快。你说爬上去2小时，爬上去2小时，滑下来2分钟，对。然后你那是一镜到底的概念，一镜到底，一镜到底。而且我们山顶、山腰跟山底，山底各有一个摄影师。然后你出估这样的距离有多少啊？快1公里，快要1公里。因为山的高度是700多公尺，728，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是如果你走的是斜的嘛，所以会再长一点，是，所以将近1公里了，将近1公里。但是那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画面，就是很少有这么帅气的男艺人，就一直用裤裆当做主镜头，然后那没有办法这样像我们这样子。因为那个 GoPro 就是架在这里，对对对，你如果架太高，我那个速度它一定喷走。那我说你人生第一次用裤裆跟大家见面的这件事情，所以我穿了2条啊，自己的一个跟他们那个、跟他们的那个裤子，是因为担心它会真的整个爆开吗？对，而且爆开我制作人绝对不会放过我，他一定会播，一定会播啊，就是因为不然再爬一次山也是很碍事，对不对？他一定会播。怎么了？他们说什么？孙喜君很爱回大家留言，欢迎留言。嗨，林雅竹。李一璇说超恐怖的，不会啊，你不是很嗨吗？我觉得肾上腺素充满的时候，没有在怕，身体有那个整个烫起来这样子的感觉。对对对，而且肾上腺素充满的时候，受伤什么都是没有感觉。那个火山石头是什么样的滋味？其实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它就是焦焦的，有一些焦焦脆脆。焦焦是焦焦哥的意思。不是那个焦、是那个烧焦，是烧会大的意思、我不知道焦焦哥是什么味道。不要这样子，我们没有要研究焦焦哥的味道，不好意思。哎呦，真的是。对。然后，不过有人说，就是火山的地方有很多微量元素，所以你回来有觉得自己变健康吗？吸满能量吗？对啊，对啊，因为那是很难得的人生体验。你在那边吸到了空气的味道，跟在台北吸到了空气有什么不一样？这可以说吧？我觉得那里天然呢、欸。你说有没有什么能量？我倒没什么感觉，可是有地板的能量，因为我们在那边发生地震。
而且那边地震全部都是活火山哦，所以只要发生地震，就是随时可以有岩浆喷发的状态。天哪！你刚才讲喷发两个字的时候，让很有画面感。所以那时候导游，我刚下来，我制作人还在半山腰，嗯，导游就冲过来就说发生地震了，7.4哦，很大，发生地震，然后叫我们全部跑。所以你在正央的附近吗？还是你也不知道？我们那边大概4，正央7.4。所以那个4的感受上是什么？晃了一下，我还问说，哎、欸。刚是有地震吗？但我们因为在台湾其实也很常发生小地震、哦、我们也就不以为然，是直到导游冲过来说很有可能会火山爆发，所以叫我们赶快走，结果发现所有人的那个反应就是跑，我只跑到一半才发现我后面还有一个制作人在半山腰。为什么？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哦、你干嘛这样说他？因为他要拿器材、哦、而且那个山其实因为都是碎石真的不好走、嗯、所以我又掉头回去再帮他扛器材再一起下来。很 man 呢，必须，因为后面还是需要他。哦，对，还要拍完，所以还是需要他。那一段那个山路上面的，还有一些什么让你比较特别难忘的一些？我觉得在最上面的时候，有个地方蛮特别的是，你知道山爬上去啊，我们常就很多、哦、很漂亮的景观、啊，对对对。但是我们山爬上去，它就是山的顶啊，它就是像一个刀背一样窄窄的，然后它就是绕着那个火山口。哦、oh. ，他就知道，所以你在上面是可以看到火山里面的。哦，哎，你知道之前我看过一个画面，就是有人去做一个很冒险的事情，在那个全世界最热的那个岩浆口旁边， oh. 有没有印象中？对，你有看到那个？我有啊，像滚烫的那个。你叫他关那集就有播啊，就是其实那个东西就真的是一直在滚，一直在翻腾这样。那你在那边有一直冒汗吗？我们这么上面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这么热，它是有温度没有错，可是不会到这么热、嗯。但是因为导游不准我们待超过15分钟哦，在火离岩浆很近的地方，因为他说那里制造的气体跟空气里面火山的结晶体吸到体内是会割伤你的肺，所以我们不可以超过15分钟。所以我刚刚问你那个空气有没有比较好，这件事是错的。我没有，所以我不敢用力吸啊。哦，嗯，因为他们就那时候结晶体其实比头发还要细。你是在地上可以看到的，它比头发还要细。那它有形状？是有形状，跟一丝一丝的。可是你去想啊，它碎掉的时候，它就是在空气里面飞啊。哦，所以它跟你说那些吸进去的时候，对会在你的肺部里面造成又有毒，然后又是固体，它又会伤你的肺，所以不可以待超过15分钟，那很危险。很酷哎，嗯，就是你去了一趟，一辈子可能就只会去这一次。对对，其实冒险王太特别了，因为我常常就跟制作人说，你带我去的地方都是我就算赚了很多钱，我有时间放假，我也不一定会去选这些地方去做旅游或者去度假，所以我能够借着冒险王的机会去到这些地方去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一些娱乐，我觉得很难得，真的真的、嗯、所以人生回来之后就决定头发就要中分。没错，就是你知道迎风的时候才可以正常飞扬。有哎、欸，我刚刚有看到这个意思啊，但是其实多半你在那边装扮的时候，是人其实是包得很紧的啦。对，我觉得因为主要第一是安全嘛，嗯、因为制作人还是会希望我可以安全，但第二就是我也不敢晒太黑。人生在一个由上往下滑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深不见底的那个点会在哪个地方停下来，你那一个 moment 有什么走马灯闪过你的脑袋吗？我的走马灯闪过不是在尼加拉瓜，是在今天要播出这集的台东。真的，因为尼加拉瓜我没有跌倒啊、哦、但是台东这一趟去冲浪，你在哪里摔？你在哪里跌？我在海里面摔，一直摔一直摔一直摔，一直被海浪蹂躏。所以你蹂躏到最后是强打起那个，我是最后真的就又靠着浪慢慢被冲回海边啊。真的假的？嗯，我已经不行，没有体力了。所以你是一直往外海，我从外海回来的路上被打进海里面，然后我因为东北季风的海浪又大又多，我连爬回到冲浪板上的时间都没有，我就这样一路被打回去。然后我的教练又在外海，他还没出发嘛，我先出发的、嗯嗯嗯、然后我的制作跟我的那个剧组都在岸边，没有人可以救我啊！就是你就看到我在那边快不行了，你就靠空拍机拍我。好，那我们这个是今天晚上要播的，待会那个那接下来导播又准备了第二段那个。还有第二段？有，他以一个少女的心情做出了第二段的简介。那你觉得一个少女会想要看《冒险王》里面的什么？
他是少女。你这样讲应该就是我没有穿衣服，我没有穿衣服。你为什么要把别人想的这么的？不是我，哦、是你这样讲。我是说他是少女，搞不好他想要看你有拿玫瑰花或是怎么的。你有送花的吗？里面没有，但是我有脱衣服的。那你还满意？你还满意你的身材吗？还行咯，还行。那时候有这么黑吗？差不多啦，其实我回来我也没有变太多。那我们来看你了不了解少女。好，看画面吗？好的 ，I'm a little nervous。对啊，Let's go， ready。对，我会舔冰块，都会。我会舔冰块。觉得他们在卡，他们在舔冰块，电锯的油，好无聊。蛮厉害的，是不是？哎，手在发抖。什么意思？你不要看那冰块超级容易动，那都是水。压一下，这样想。所以是这样盖起来，一块一块这样盖起来。它后面变圆圆的是？啊，没有，后面变圆圆的是它里面再去修，再去削。但是圆圆的是最坚固，最坚固，最坚固。哦，不行的话，他拿那个，刚刚拿那个枪吗？不行吧？对呀，好重。还是有关的。认真，那个对。哎呀，一买完。外面不行。那个对对对。啊，不能太多，那个会热的。哈哈哈哈哈。在日本北海道。两块钱，他是日本人，但是另外两个，为什么他会看到你的胸？另外两个是公子那个。哦，我现在感觉超级奇怪的，上半身好冷，下半身好烫，但是我又坐不进去，怎么办？可你现在应该比这个人要好啊，你现在比较瘦一点，现在比较瘦。村长直接丢一块冰块，感觉好奇怪哦，因为水太烫。冰块在温泉里面，冰不动。但是这感觉真的超级妙，有些地方超级妙，有些地方很舒服，有些这画面真的超诡异的啊！现在好一点，现在好一点。哦，这感觉太奇妙了。泡到温泉的地方都很舒服，汤很烫哦。没有啊，你刚刚说有的地方很烫啊，有的地方很舒服啊，是哪里舒服哪里烫？他丢下冰块之后很舒服。哦，那你把冰块放哪里？就抱住啊！哦，大概抱在哪个位置？在这里吧。哦，对，所以不能烫伤，好不好？烫伤不得了，真的，人生第一次泡温泉，泡温泉烫伤，很久。但是你相较于刚刚画面里面的那样，你今天这样显然就对不起观众。不是，因为你们要知道，办公室里面它只剩下裤子的洞而已，没有别的。办公室里面这边通常冷气都开很强，因为很多电、不会啊，不会不会，有点冷。没有没有，你冒险王不可以感冒。你刚刚那个是负十五度都没有蔽体的布料的。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说，我听你讲，制作人说启军那个等一下去拍，不然你问他们少女有什么发言。有人截图了，主持人问的好仔细，还可以吗？还过得去、啊、绵羊头，对对 对、啊、我折了绵羊头折了快一个小时。哦，真的吗？对，我还上网 YouTube 去查为什么像绵羊头怎么折啊、觉得很可爱。哎，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什么？哦，就跟我跟你讲，有机会露一定会露啦。对啊，练身材就是要给大家看啊，也不用这样子啦。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冒险王后面还有一直没穿衣服的桥段吗？后面还有吗？有啊，历代冒险王就是在某些服装上其实都还蛮替观众着想。我去台东，我虽然有换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啊，不是潜水衣，救生衣，他就是那个叫救生，网友快帮助我。好，那叫什么？现在那个支援前线的活动在线上开始。然后我们看是 Vido 先有人来那个回应，还是新闻网这边先有人回应你？冲浪要穿那什么衣服，我也不知道。哎，我们真的认真开了三台在那边。它不是潜水衣，它就是贴在身上的。然后它就是你光看外形，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身材啊。就潜水衣，很贴。
所以它很保暖吧？它是保暖的，对吧？因为我冬天去台东冲浪，有，就今天晚上要看到的，啊嗯、今天晚上要看到。但那不能穿那个泡温泉嘛，所以还是要整个脱掉，哦、那会烫伤。那你人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盖的那栋房子，我刚刚问嘛，你有进去住了一下吗？它里面很特别，它有教堂，它有盖教堂，就是有新人可以去那结婚。都是冰屋吗？全部都是冰。哦、然后它有盖旁边就是我刚刚你们有看到的泡温泉。泡温泉。然后它有一个观星站。观星站。它里面也是圆的，可它上面是空的。它坐的不只是位置，是躺的，所以你就这样躺着，你就可以看星星。因为它那边没有光害啊，超酷的，可以看星星。那你有发现了什么美丽的星象，还是有像有澳洲不是有个什么流动星？哦，你说像那个极光的？呀呀呀呀呀！北海道应该看不到吧？不够北或不够南吧？你们能想象一下吗？你冒险王自己做那个？对啊，就自己在那边呀呀呀，那个是很美啊，星星很多，相当多，很美，但是不能躺太久，还是会冷。而且我觉得我们刚刚在做个动作的时候，在看直播的人应该也像往上看，对对对，没有啊，它就是屋顶，就是屋顶，对，感觉上还不错。然后它最主要的为什么会要盖冰村或冰屋，是因为它要盖一个酒吧。对，因为它盖了36年，它其实为了就是要盖酒吧。这个由来就是一群年轻人。北海道冬天的时候，他们在室内都很热，喝酒会更热，他们受不了。但在外面-15-20度的地方喝又太冷，所以他们怎么样？盖冰屋，在冰屋里面喝，喝完泡温泉，热了之后再出来，冷了之后再喝酒，为什么就这样盖冰屋？所以这个由来我觉得很特别。你一直讲了一些就是大家没有很感兴趣的话题，这个很特别好吗？不是，因为关于这一集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那个网络上之前都有为你报道，但都只有一句话而已，所以哪一个？说你在那里有那个艳遇。哦，你说有艳遇哦，然后你遇到了。我今天要讲一个更特别的艳遇。在哪里？就不只是就是。所以你走到哪里都艳遇。之前说过樱花妹的部分。哦。我在旅馆里面，在北海道这没有讲过哦，这没有透露过。快说快说。我在旅馆里面，在就是男生的澡堂里，有艳遇，被男生搭讪。但是还好，这个时候你就很庆幸语言不通。对，这时候我就那你怎么知道他在搭讪你？而且他不是日本人，他是香港的游客。哦，他跟你说什么？他用英文跟我对话。那说什么？他就是说，就是可不可以做个朋友啊？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两个都是空的，就是裸体。哦，所以呢，这样聊天我觉得很奇怪，很特别。但是在水里面啊，在水里面，欸、不对耶，是啊，可是你总要起来吧？后来呢？你怎么把它支开？我就说哦，时间差不多，我要休息了，这样。而且他问我说做什么的，我马上跟他讲说哦，我是来就是，打工换宿的这样。哦，你也很会。对啊。所以后来没有下一步的那个。没有。那你人生算第一次被男孩搭讪吗？应该不是吧？不是，可是是第一次裸体被搭讪。那个有穿衣服被搭讪跟裸体被搭讪的感觉是？有一股什么很没有安全感啊，有一股那个随时会被袭击的感觉，就是会凉透心凉这样子吗？对，就是被看透的感觉，不舒服。对、啊，旁边那时候都没有别人，你要去想你那时候状态是，我没有办法想非常放松啊。那个环境里面呢，在男汤啊，对不对？男汤啊，对啊。所以你知道，就是正常男生到温泉不认识是不会打招呼的。哦、oh, ，就反正就各自做自己的事。对啊，就是如果今天过来，而且他就是很主动，然后很……所以后来有换名片吗？就是开玩笑，换什么名片？那从身上啊，名片放哪里？名字啦，但是打个招呼就这样。搞不好他会现在后来回去查照，你说 Steven 孙，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现在是在在讲他。对，哦、他如果有用，那有跟他那个第二天又遇到他？对。第二天我们在拍的时候遇到他，然后我刚好又准备出去拍，然后跟我合照，所以你身份就曝光啦、啊。他应该就知道我不知道他要走，我要去冰屋那边。不会啦，这样表示说你在那个不管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别人很乐于交朋友的对象。那当然，我交朋友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觉得只是那个。他可能选了一个不太好的场所。不会啦，他就是太害羞了。那是一个特别的缘分。那你有为这件事下了什么注解吗？用君语录来形容一下，就是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交朋友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但他觉得是啊，他就是什么都觉得是，对啊，他什么都每个人不太一样完整的那个。天哪，这是你首度透露的小秘密吗？第一次。那后来在这里，后来这一天之后拍了什么特别的画面？有影响，或是有让你觉得？没有哎，这件事我就把它抛在脑后了，我就没有特别去再去想它了。真的，但你毕竟遇到他遇到了两次。对，第二天遇到他，我就倒抽了一口气。真的，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打工换宿的、啊，但又后来又觉得合理，我本来就是要去盖冰城。哦，对，所以 OK 啦 ，OK， 好啦，耶、yeah ，所以你真的在这件事是也是发生在北海道啊，所以你在刚刚那个地方盖冰村的地方，我住的地方，对啊，所以北海道就是一个你有可能会找到伴侣的地方啊。我觉得其实那里真的很浪漫，北海道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所以你有可能会到那边去找你的伴侣。就像我说的，天时地利人和。那你要先学日文。Why not？ 日文会一点点，一点点。少しです。啊，少しです。少し。没关系。那我们今天不小心知道一个那个史提文先生的新秘密。对。感觉蛮嗨的，蛮嗨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了，我们要抢先看。抢先看。抢先看今天晚上的。哦、今天晚上的。你们看，你知道我刚才说什么？你有期待吗？我自己都还没看过。我自己都还没看过。哦，你自己有没有看过？我们现在就是啊，准备来看一下今天晚上这一集是台东。台东。台东你，你从刚到现在，你就是一个滑滑溜溜王，先滑那个火山，刚滑雪。雪。等一下要滑水。滑水。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没错。所以你就是一个冒险滑滑王，滑滑冒险王。山雪水。天哪，人生上山下海，经历了大自然所有的美景，而且都用脚踩过它。连海都踩上去了，精彩的今天晚上，没这么好，精彩的冒险王，我们现在要在安安大明星的直播现场抢先看。Go。I guess. All right, let's go. GoPro 有录了哈。哦，有录了，录了。不要到。我很怕 GoPro 没有录到。强烈的东北季风把浪头卷得超高，别说要站在浪板上了，我光是要滑到外海去都有困难。海浪猛烈的拍打撞击，我用尽所有力气往前滑，还没抵达外海就已经让我精疲力尽。好咸啊，海水好咸啊。冒险王哎、欸，真的是冒险王。我其实我觉得
但我第一个怀就是想要问你说，在台东为什么要说英文？刚刚我没有看到外国人，因为外不是因为我的教练是外国人，我知道，我知道，我刚因为那个今天有看那个画面那个，对，哎，阿顺奇兵是怎样？现在做冒险王都要一直讲英文，对不对？也是 OK 啦，帅一个嘛，帅一个，帅一个。嗯、你刚刚就说这一集是你人生当中，就是我拍了十三集的冒险王，最特别的一集，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集。你所谓的跑马灯是在那个时候出现，好好好。那你跑出了什么人生的新境界？发现跑马灯很短，因为我才就不到30岁，一下就跑完了。可是真的有那个哦？会啊，会想说我什么事情还没有做，我什么事情做了，我可以就是在那边能走吗？不行，在那边不可以走这样。最后真的是靠意志力才去一直去找板子。所以你在一个方圆多大的范围里面，就是一个孤单的形体存在，是而且那个是在茫茫大海的那个概念，啊、在水里面没有人可以救你的，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可以救你，就是一直飘在那个，我就是一直找浪板，找到浪板之后，我到后面已经没有力气上去了，我就是抱着浪板回头看浪来了，然后就抱头，然后让浪把我滚到海里面，一般等到我再上来再找浪板再抱浪板。你本来就会冲浪吗？但没有冲过这么大的。然后冲浪的困难在。你刚刚说那个骑板上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平衡是最难抓的地方，但一旦就是板子被浪推了，开始行走了，那就比较轻松，就酷了，就对了，对，就是真的在水上，就是可以这样子，对，凌波微步那种，没错，功夫高强，嗯，然后你那个教练很酷，嗯，他已经滑了，网友反应他很帅，然后孙奇君不开心，啊、不要让奇君不开心，不要只说外国人帅。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是那刚刚那一段那个画面里面一些，哎、欸，有人想要再看那个画面、欸，就是那个画面可以让就今天晚上看啊，今天晚上看一整集啊。我知道啦，就2分多钟，也让他们可以那个抢先都偷偷等一下导播准备一下，让导播准备一下。嗯、那个今天晚上的这一集的可看之处，除了刚刚的那个冲浪的一些惊险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我们还去台东看2017年的第一道曙光。这是已经共估了几年了、啊？8年是不是？哦，共估了17年。上一次看到，就是上一次成功看到台湾第一道曙光的是2000年。嗯。然后我们这一次是2017年，是成功的看到了第一道曙光。天哪，感觉是一个特别吉祥的征兆。嗯，没错，没错。而且是以冒险王的身份，我觉得有哎、欸，真的很酷很酷。然后看到曙光哎、欸，看到曙光，而且是。第一道曙光，第一道，2017年第一道，2017第一道曙光，感觉真的是一件非常酷炫的事情。今年很忙啊，很好啊，工作蛮忙、啊，开心的嘞。那看曙光的时候有什么那个不太一样的心情？跟一般在看，嗯，太其实会蛮很多感动，嗯，满满的感动，因为我们整个剧组那一天很特别，是我们是睡在大通铺，大家一起，所有人一起睡，然后你会觉得。看到曙光的征兆，就是这一年有我懂，我懂，我懂，我懂。收获，你知道，就是有人说过年一定要去爬山，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那种概念，然后就是一定要去登高，就象征今年整年都会在高峰上那种感觉。所以感觉那个冒险王这一次在那个奇骏的2017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然后也让你那个荣登了那个。冒险王行列里面的那个新生代的重要的一员，对，今天那个晚上的6点钟，好不好？大家一定要那个，好不好？同步锁定一下那个孙奇君今晚的就最新一集的冒险王。对，那现在是在安安大明星，距离那个开始还有大概20分钟左右，好快。但是我们要先做一件别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有3张那个立可拍会送给那个粉丝嘛，那我们还要留那个你的那个自拍。OK 啊，你说用什么自拍？那个，不好意思，用手机自拍吗？对，就今天没有那个，今天没有美丽的小编，可以有一个帅气的大哥吗？用这个，用这个自拍。哎，这样，所以我们完全就是画面上现在是一个大哥，通常这时候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好哟，那你是不用拍我啦。哦，我自己自拍啊。对啊，你要拍我也是，我也 OK。有点汗，我修一下头发。先把你那个中分的头发先弄，所以哎、欸，你中分有用谁来当一个那个特别的？其实也没有参考，郭富城吗？还是很多人说其实这个头很像郭富城。是啊，就大概想到中分就一直想到郭富城。但是因为我的头发是我从来没有留过，而且听说你昨天有个新的封号，是什么？仁爱路孔刘。很多人也说就是
因为孔刘最近来台嘛，是头发吧？对啊，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都从头发那边做文章，可以做尝试，对啊。但你果真在仁爱路取得了这个头衔，这荣幸啊，还不错，多帅啊！所以我就说，大台北市就每一条路都有一个孔刘、嗯，然后仁爱路这一段已经被孙怡君占领了。好，所以你现在是你有要拍歌的意思吗？没有，一起啊，我们先一起拍一张。我真的觉得你。一起拍一张，真的吗？不用了，先拍好三张，三张是那个要等一下要给那个新闻网那个 Vido 同步制作新闻的时候那个处理的、欸。然后他们那个现在拍第几张了？我拍了很多张了。好好好，有三张足以让你觉得哎，好好，这张好，这张 好。那你去那边拍一张大头狗给他们截图。你说哪一个？我也不知道，应该那一台吧。这个还是这个？这里吧。这个就直接给他们看的人就直接来 好近不会啦，你又没有那个好，你要做一个什么？对，欢迎大家截图大头狗，我们专门帮大家谋福利的好不好，希望你们今天很开心。哎、啊欸、你看他没有想要回来的意思，哎、欸、我就在那边做结尾了。好，哎、欸、没有啦，还有一个要回来对不对，安安大明星今天那个全新一季改版、這個、然后希望那个大明星们可以来这里留下一些特别的语录。我看，哎、欸，都为你设计第一集真的是很重要，哎、欸。对啊，請到好多。你为什么平常很喜欢在那个，在自己的那个粉专里面写一些有的没的？通常在什么状态有的没的？你说什么样状态会去写这个东西？对对，就很励志啊。很多都是有感而发，或自己经历一些什么事情会去做的。嗯，那你今天有一些有感而发吗？还是今天其实也还好？我觉得我今天就可以写一个以冒险王的身份，好来做的。那 你要写一句话还是一个字还是那个，然后最后再落款一下。什么是落款？落款就是签名。OK， 好，但是我中文字不是好，没有人这么好看介意啊。那你可以好不好？你不回应人家，然后你把那个没有可以当垫板。对，我不想折到他啊。我写那我帮你回应，那你拿一支啊，我哥帮你看。好，帮你看他们要问你什么。好，宜君加油，拍外景要注意安全哦。好哟，宜君叫你要注意安全。谢谢宜君，然后他们有刚刚看你的表情很好玩，好哟，谢谢你们喜欢孙宜君，超期待今天晚上的节目，这是一个维纳垃圾话，你的朋友特别，你的朋友很爱有一些特别的那个名字，宜君哥，这次很喜欢看你的戏哦，好，怡凤哎，怡凤一直在跟你，好久不见，是佳慧在，你现在写什么啦？谢谢小编的回答，小编回答了什么？留言就可以有机会抽到哦，什么抽到什么哦，拍立得，拍立得是吗？哦，好好。他们怎么抽拍立得啊？哎、欸，你的字真的很够字耶，对不对？我的字很不像大人的字。不会，就是我们喜欢这样子。通常签名都假的嘛，都练很久，就只有在真正写字的时候才能见真章。听得好可怕，要先笑。哎、欸，怎么这样子？我还留有一个人已经自己先去吃饭了。对，我刚刚有看到。我觉得他这样子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就是鼓励，希望大家能够在那个陪伴我们那个全程那个，我们是重新那个开战的概念，所以很哎、欸，有人跟我打招呼哎、欸，我要流泪了啦，我真的覺得。说建安哥吗？哎、欸，对啊，怡凤啦，你的朋友真的，你看吧，就只有签名像话而已。对啊，因为它是英文啊。那我要强迫你，那我要强迫你签中文。你说好，中文我来这里要那个啊，特别一点呢、欸。你今天是那个孙宜君驾到的概念，而且距离那个我们要开那个今天晚上的那个，已经那个接近那个时间了。今天几号？今天十号，五月十号、欸。哎，天哪，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开始。没错，这真的是一本吉祥话的活字典啊！真的，真的。然后你要秀一下，你跟大家留下的这句话是：我觉得冒险就是勇于去尝试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啊。哦，只是没有把握，但未必。就是为什么叫冒险？你要解释一下，你要解释一下。他未必会成功，但他未必会失败。会，对，未必会失败，但是你不去做，你不会知道啊。就像我去冲浪，嗯、我去。尝试那个雪橇，就是这句话很适合那个啊，就是跟心仪的女孩告白的一个鼓励的励志，也可以，是，也可以，那是也可以，就是送给全天下所有那个，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活在框框里面，
我一定要做这个我才会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我一定要做那个我才可以怎么样。我个人是，但我觉得未必，就是 你只要勇于去尝试，你得到的收获可能是意想不到的。嗯，我觉得你写那个冒险的帽子写得很可爱。因为冒险帽很好写啊，就是、好像写胃，你好像写胃的感觉。哦，是胃。对。但是啊，好，不管怎样，就是哎、欸，这个如果日后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把它那个做个小礼物。可以啊，但不是现在，今天是那个齐军送给那个安安大明星的一句话。没错。然后是我们那个今天的相当荣幸的感觉。嗯 真的。很开心啦，我们那个第二季的那个全新改版，然后在那个 Vido 跟在三立新闻网同步播出、啊、然后希望慢慢的让大家更多那个了解到这个直播的时段，然后就是随时会有大明星来这个地方跟大家那个陪伴。嗯，那你想要知道下一集是谁吗？可以告诉我吗？你有真的想知道我才要跟你讲。我要知道，是一个美女。那我可以来吗？你想来我也很愿意欢迎。那我先偷问一下，我可以说下一集是谁吗？可以耶，可以，因为不知道都要被退通告怎么办 ？OK， 我觉得他如果应该不会啦、啊，被退通告我来啊，我顶啊。好，我就再去讲下一集。是一个美，是下一集冒险王要一波美丽的女孩，雨薇吗？对，赵雨薇要来。下礼拜三，那我跟你讲，怎样？下礼拜三是不是？下礼拜三的五点。那个谁哈，下礼拜三帮我留下来哈。我们下礼拜三五点要来。下礼拜三五点，邵雨薇要来。搞不好我不一定会出现，我可能在后面走动啊，我在那边游走、啊。所以你有决定要来吗？当然有机会就来 ，OK 啊，没有问题。你跟他还算熟吗？其实我跟他不认识，那么认识。所以你有想要來？我打过招呼，可是不认识。那我再帮你问一下，邵雨薇下礼拜我们会在哪里？因为 Vido 就是跟新网合作，然后我们就是会到处跑，无所不在。OK， 你。Okay, 他的大明星会天南地北的那个好去探访大明星，你在传地点给我，有哥有跟你有赖，哥在打电话跟你说，没问题。好，那今天真的很感谢、那個，全部排空一整天，是吗？你这么喜欢他，没还不错。女生谁会不喜歡青爷？他最近比较 man， 对啊，他最近会煮菜，有个性的女生，然后又会煮菜，你看看还得了？一个冒险王，然后愿意在自己的那个。参加的节目时段一直不断预告下周来宾。我跟你讲，我知道冒险对于冒险王来说，你干嘛突然口急？最幸福的地方，有时候就是回家，有一桌的菜，是不是？所以你现在的意思，你会觉得很搭？你现在是希望魏芬卿去你家煮菜的意思？没有，还是说你去我可以去夜市找他？还哦，还是要去拉缪，然后跟他买菜，然后带回家吃？对、啊、他最近刚好没有在拉缪了。哦，对啊，他去夜市重新开战，搞不好霍廷恩这一关。嗯嗯。哎、欸，你是哎、欸，你真的很认真哎、欸、，follow 好不好？啊，我们基于那个来宾热情的预告啊，希望下个礼拜大家也要准时收看一下。那今天那个 live 到这边就对，哎、欸，没电了。没有没有，我这边还有了。还有，我要自己要推一下那个今天晚上六月啊六月号的那个爱玩爱玩客杂志杂志爱玩客杂志好不好？封面。然后那个相关的那个很用力的贩售的那个讯息，请上华流跟爱玩客杂志的那个粉丝专页，好不好、嗯？然后今天我们很开心，那个改版后的第一集，然后重新在那个 live 的时段跟大家见面，希望那个大家未来也会来到我们那个三立新闻网啊 Vido 这边，好不好？跟你喜欢的心仪的大明星，然后一起那个好好的那个度过快乐的下午五点钟的时光。今天第一集孙启军。第二集呀，女王驾到，女王邵雨薇，好不好？下礼拜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收看，而且我们还随时可能会有特别版，真的、就是像我会出现在后面哎、欸、之类的，然后也许搞不好突然间都明天想要加演一集，就请大家随时锁定三立新闻的那个脸书粉丝专页，还有在 Vido 上面，我们也同步跟大家把讯息公告。OK， 六点钟一定要看 Vido 的冒险王。OK。这是今天在五分钟之后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没错，五分钟，你待会就不要回家。你们可以去上个厕所，然后去冰箱拿点吃的，然后再坐回电脑前面。你明明我们明明直播要结束了，你现在有意思要拖到六点的意思吗？没有，所以我才说他们可以去上个厕所啊。就是我们给他们，但是在结束之前，我刚刚突然想到，你说我六月有好多事情，除了冒险王持续在每个星期三上架之外，我六月还有一部戏《推理笔记》会上。有，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是你梳油头的一个造型。也不算啦，不算，也不算，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帅的角色，是一个以往来说都很不一样，他是一个，也不是，他就是一个推理片，我有看到你有 po 一张悬疑片，那个
有很有架势的拿枪的画面，第一集就有很厉害的武打画面。天哪，你是个打仔，打仔，听说导演就是很有好评，说你是很有潜力的武打明星。嗯，因为我觉得如果因为我自己有去练习武打，但如果都练完了，然后不自己来，那我们可以先宣传冒险王吗？先宣传冒险王，反正冒险王六点，好吧，六点台东冲浪很危险，一定要看 ，OK？ 好，啊，我们留一点时间让大家去休息一下。好，那谢谢今天在直播上陪伴我们的大家，谢谢，不管你是留言的互动的，然后希望这个未来礼拜三的下午五点钟，好不好？嗯，把时间给我们，然后让我们有机会请大明星一起陪你度过下班等车或是塞车的时光。对，然后可以在一个地方请你的乘客留言，然后你只要开心的，让我们跟你一起过小过掉这个一个小时。谢谢孙奇君，谢谢建安哥。冒险就是勇于去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嗯，冒险就是一定要每个礼拜准时来跟我们的安安大明星的 Life 一起度过。没错，好看的、愉快的下午时光，好不好？嗯，下礼拜下雨位，今天谢谢孙奇君，谢谢，谢谢大家，拜拜。上班上课辛苦了，不辛苦。然后这边，上次我家的礼物。骗我，强哎！帅。我很黑，我的皮肤。我觉得很难，因为我之前劝退你。你要去想，我打了，我再去晒，一样啊。这也没关系。对啊，但应该还好。但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说，这肤色就很健康 ，OK 啊。那我就想说，那对啊，可能就是拍戏时候灯打得要强一点。不会。